啊，只要入波尔法门，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称的法身大士。在华严经上，他的地位初住以上，就41个位次都是法身大士。啊，41个位次，我们在华严经上学到，这41个位次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真有。十八土确实是平等境界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怎么不平等呢？同居土不平等。9个阶级不平等，方便土也有9个阶级也不平等，啊，但是十报土有41个位次平等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为什么平等？都不起心动念。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阶级呢？是。无始无明，习气没有断干净，无明真断了，就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。习气非常微细，这个东西没断干净啊，所以它还有相。现代科学讲的时候，它还有极其微细的波动，那个波越微细，能量越大。那波动的频率越快，能量就越高。啊，所以41个位次的，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。啊，我们一定要了解。